走，我们尝下坡。刹车，考验刹车。好，318-1401。好车，兄弟，控制好车。我们现在下坡了，山上的房子，漂亮！我去，看前面这山了吗？我去，这景色太棒了，太棒了吧！下陡坡，路面一滑，我去，这感觉太棒了！我去，长距离下坡15公里，我去，15公里，我去，这山里面，这是山里面啊，有落石。刚才吃了两个鸡蛋，我刚才休息的时候吃了两个鸡蛋，这就有体力啊，下坡也得需要体力啊，15公里的下坡，左转弯1403，我去，刹车，淡定淡定啊。海拔1090，
左转弯，后面没车，没有车给人让啊！后面有车一定要给人家让，让路啊！我去，现在车速38。14043188，减速减速，好嘞，减速减速。前方落石，龙潭沟公路，咱不停了，走下坡。这是一个弯道，看到了龙潭沟一桥，哇，这岩石啊，这刹车盘片一会儿下去以后你再摸一下吧，都是烫手的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我去，这坡陡，左转弯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龙潭沟桥，这坡陡，看人家抬头告诉你减速了，减速一定减速啊！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我去，看这山了吗？我去，手累，下坡手累。左转弯，下山，龙潭沟汉桥。这刹车一放，这速度就起来。哇，注意落石。
在下山风有点大，然后你听不到后面来说。1406，1406。窗户没车，下坡也不轻松啊，下坡也不轻松啊，手累。我看看前面不行，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。这，下坡手累，啊，稍微缓一下。
无论上坡还是下坡，你只要慢，就会好很多。摩托骑行啊，1409吧，塞瓦。在这休息会儿，休息会儿。你以为下坡轻松是吗？